我们来看一下这啊，这个是画面，是金灿盼啊，所谓的金灿盼啊，旁边说是他小女儿，这个11岁还不是13岁啊，到了京中啊，经营当中啊，人家有各式各样的猜测啊，有各式各样的猜测。这个金三胖和小女儿的啊，人家有各式各样的猜测啊。这里啊，我们来看看啊，看看是怎么样啊。首先呢，要澄清一下子啊，那个宇宙大将军呢？宇宙大将军呢，以2020年4月14号啊，已经死了啊，是外星人从天上扔下来一把尖刀，刺中了金三胖的心脏部位，在心脏上面偏左的部位啊，刺中了啊。那天怎么刺中的呢？那天呢，正好。外星人呢，在飞碟啊，围绕着太阳在旋转，头尾相接，旋转的时候呢，让它产生磁铁，产生那个磁场啊，产生磁场以后呢，产生磁场以后呢，提高太阳的效率，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正好临拍上去，看到了这一幕，然后呢，那个外星人就正好在提高磁铁、磁场，磁电啊，来提高太阳的效应，就太阳变热了。他就问我啊，正好我上去了嘛，他就问我，现在提高那个多少%了，要不要再提上去？他问我嘛，如果提上去的话，那么太阳就变得更热了啊，地球上也就更热了，所以呢。外星人问我提到多少就可以了，我说提到100%，我说提到100%，为什么？几大理由啊，一个呢，正好那段时间呢，发生那个说飞越月球呢，飞越月球呢，我就看了一下那个，曾经在，应该是80、90年代吧，在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交界处曾经发生过甲型流感甲流，我临牌那个甲流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啊？正在这个时候，我看到了墨西哥那边有那个金字塔，有金字塔，然后呢，那个飞碟就飞过来啊，飞过来到金字塔那边去啊，去了之后，飞碟飞过，突然温度下降了，下降，夏天呢，差不多就一下子降来了。30几度啊，也就是说，从零上20几度一下子降到零下17、18度啊，17、18度，因为在夏天嘛，你突然降温的话，人家也不会想到降到零下多少嘛，所以呢，即使感觉冷的话，人家也不会把老棉袄找出来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呢感冒了，感冒以后呢。人家到医院里去到鼻腔里一检查的时候呢，呀，发现有甲型流感病毒，所以呢，人们认为啊，哦，原来是甲型流感爆发了，原来真正的那是个原因呢，是飞碟，去墨西哥那边啊，飞碟旋转把热量卷走了，突然降温，因为这个是突然发生的事，人家意想不到的，所以呢，没有马上加很多的衣服。受凉了引起的感冒，实际上，原来这么一回事哦，从这里边我就知道飞碟旋转就可以降温，飞碟旋转可以降温，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，我连忙对那个外星人说，你温度可以升到最高，升到最高，然后呢用飞碟旋转的方式来降温，这是我的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呢，我们知道那个炼钢的时候要把高炉之类的。要温度升高啊，
升高一点点升高，然后你如果说突然停下来，下次再升高的话，那很麻烦，很啰嗦的事。所以呢，你既然已经那个磁铁已经把它诱导到，百分比比较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以后，就那就一鼓作气，一鼓作气把它全部诱导出来啊，就升个100%，再通过降温，非得降温，非得旋转降温，来降低那个地球的温度啊。也就是太阳发的是照样发的，然后呢，用那个飞碟在地球上旋转，把热量卷走啊。那天是记好了，2020年的4月14号。然后呢，我这个提出了方案以后呢，外星人就是在4月18号那天呢，决定了，做试验，在试验的时候，在中国的东北啊，做试验，所以呢，19号、20号、21号这三天呢，中国的东北东三省呢，也接近朝鲜那个地方，东三省呢。下雪，把房子都淹了啊！一般的都是4月20号的时候不会下雪的，下这么大的雪，居然在4月份的时候下大雪，啊！然后再看中央电台的天气预报，说在东北上空，盘踞着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冷涡，由于这个冷涡的旋转。引起了大雪，这个逆时针旋转的冷物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实际上就是沸点啊，就是沸点啊，就是沸点啊，对应的就知道了吧？然后20几号以后到5月1号，一路把那个沸点从中国的北方往南方移动，所以往北啊移到哪里？降雪就降到哪里，是这么一回事。然后呢，5月1号的时候呢，我们做实验的时候，把那个沸点就停止运转了，停止一转以后啊，你看那个你们我讲的这些都可以去查啊，祖国河山一片红啊，整个中国大热啊，5月1号高温呢。那个时候，沸点就没再旋转。哎，我们来对比实验嘛，沸点旋转与不旋转，来个对比，产生到底热量的变化到底怎么样？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讲了啊，现在我把几个日期讲完以后，你们自己去对照去啊，是不是我讲的真的假的啊？我讲的2020年的4月14号。外星人扔下了一把刀，刺中了金三胖的右侧心脏，心脏在左边呢，在左胸部啊，是左胸部心脏偏左边一点啊，是的，偏左啊，不是右啊，偏左啊，那就是了，因为在临界嘛，我看不见，那为什么把金三胖给搞整死了呢？因为金三胖一直是要喊的，要做核试验，要搞核试验。我们知道核试验，1945年核试验把太阳搞坏了。现在从以后，外星人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修复太阳，要把那个搞坏的太阳，把它热效率再提高，已经提高到把那个用加氢气是一种方法，另外诱导磁场，有序的磁场又是一个方法。他们想我们辛辛苦苦把那个太阳修复好了，到时金三胖，到时候再来一个核试验，不是把我们那个，把太阳搞坏了，和外星人又白辛苦了一场啊！所以啊，把一个建造下来，把金三胖给干了。在此前的临盘呢，我们就知道了啊，金三胖有3个替身，平时出场的，不是金三胖本人。出场的3个替身，但这个怎么判断呢？因为那个真身，金三胖自己啊，很自信的，向人招手的时候，手一伸，伸得很直啊，招手的时候啊，假的那个金三胖啊，
毕竟心里不自信的，是个软绵绵的啊，这样做是，哎，这看得出来了吧？有区别了吧？啊，假的东西上盘像秦政造手是这样造的啊，真迹上盘是这样造的啊，这样就对比得出来了啊。啊，这以前我讲过的啊，以前这些都讲过了，我就再重复讲一遍啊。啊，先把那个金山判出场的那个金山判，是个替身啊，这个事情先讲了啊。好，就说这个事啊。至于那个小女孩啊，到底是真身还是替身，我们就不讲了啊。为什么？那个人家那个妇女嫁儿童啊，她本身就是个女子，再嫁个儿童啊，未成年的啊，所以呢，未成年呢，我们不做发表评论，也不看她是真的还假的。但是呢，我要有今天呢有话要讲的呢，那个这金山判出场的是三个替身当中之一啊，然后真身呢，于2020年4月14号已经被外星人灭掉了啊。就讲这个事啊，其他我就不多讲了啊。好，再见。